这个脖子的地方，它是做高领的，你看还可以这样把它掀开来，变暖暖的酷酷的造型。这件其实我单穿就很保暖，因为它里面是有内磨毛的哦。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可以发现它这边是内磨毛的，整件都是。然后只有领口这个地方，它是做双层的弹性棉的布料，它是有弹性的棉质哦，所以我觉得穿在身上很舒服、很保暖。重点是它又可以修身，有口袋，前短后长的设计，还可以包住屁屁。但我觉得我最满意的地方是它包住我整个大腿。因为我158公分，它刚好在膝盖的上面的位置，所以它把我最肥的大腿全部都遮住了。然后侧边的话呢，也很贴心做了一个剪裁的开角，所以如果我在走路的时候也不会有局限。身高比较矮的女生呢，绝对可以单穿。然后在手袖的地方呢，它也是有弹性，有做缩口的。我现在示范的是豆沙粉，因为刚刚我是穿黑色给大家看。那健康肤的女生可不可以全是这个颜色呢？我觉得 OK 哦。你们看我现在穿的这个豆沙粉，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淡粉色，所以穿起来的话其实不会太跳。然后你不管下身是搭牛仔，还是一般灰色，或者是平常有在健身的女生的话，你下身搭任何的运动裤哈，觉得都是 OK 的。因为这个粉色的话，我觉得是蛮好搭的一个粉色。然后我170我也可以单穿，可是我里面是有搭配小短裤的，是有搭配小短裤，因为我觉得我会小曝光，如果我要单穿的话小曝光。对，没错。